强真强。水子真强。娘子。表妹，哈哈哈！表哥啊，何事不你按欢喜呢？今日金天子上来了三位土人杰，其中还有一届正判南庄名喊林玉田，已经帮我做会，等他明天要审问了。三个土人杰，这还会有哪位两届呢？还有两届。神奇快马逃走了。那一天，我在他林玉田身上，在作废的两家小子，要去赶清杀绝。表兄，你我将去赶清杀绝？不会侦查，我哪你讲？你这个事情，一天啊，我暗看秘密。那么两件事情传扬出去，你爱审判名列，干不是？一条做船而你一场的麻烦，吃骨头无头不充骨味。表兄，给你兜带，你上以后来做。表妹呀、啊！表妹疼我说短相。该送本地公主上，不要爱参与该八宝堂，原谅俺本地变娘王，原谅本地变娘王啊，不要。那个在顾虑重重，被爱包强莫入口走，该爱就上天面身，救命因爱爱卖子嗣，呵呵，该勇士啊，你跳落太后也说不清，爱劝你要三思三思啊！表兄，表兄，表兄啊！好了，莫再你爱了，来来来，两包痛药。告本意，爱爱告辞咯。表兄，罢了，赵家的计划，你总准备了。原来宝强。就会捉杀公主的主命，应该要去保护公主性命。
公啊，哎呀！公主，强中玉堂，眼冇小一点呐，不用猜做当。公主啊，你又错该为伤心事咯。对啦，你冇道理。俺来问你，今日可有听到公主有咩事情在传扬吗？讲传扬啊，有件事情挺奇怪呢。奇怪，有何怪事？你讲讲来呀。公主，高从传扬来了三个驸马，啊，不过其中一位是个五人呢。五人？是啊。贵妃娘娘强五翠莲一强。启禀公主，贵妃娘娘强五翠莲真强啊。先给你强来。先翠莲进宫。翠莲进宫，公主一礼，平身，请公主。对了，公主，今日趁妃娘娘就给担心你的身体，故说还爱等了八宝堂来帮你补身体呀。真应该，八宝堂不用再做当。晓得。翠莲，你这一一定要母妃所下了。娘子，奴婢告退了。万岁皇后驾到，妃人驾驾。皇母平身，下父王母后。皇母在，今日来身体又如何？哦，只是小忧，多谢父王母后的关心嘛。哦，啊，作声，此是什么？何物呢？启禀万岁，那是昌妃娘娘亲身煮的八宝汤，显然送来本公主的补身体呀。哎呀，哈哈哈哈哈！俺呢，看起来寡人真是口福不浅呐。此托，下面俺今日可以与俺的皇母享上一个八宝汤啊。妃人，家家起慢来。是。来来来来，司徒皇母，俺你同意了。向父王母后听命了。哼，走。万岁，吃醉呀！哎，你敢不是尹天呢？乃是土尹天林永清。哼，两人进宫前来。莫非二来起家
不顺。我想人非是爱杀家，爱爱救家。太大，哼，无人杀家，哪里有人来救家？万岁，八宝同你有托。哈？你敢比得八宝堂乃是我的爱妃呀、啊、常妃亲身所知错哪里来的土啊启禀万岁根据一切事情用兵、啊、哼来女士快快将他带下娘头了启禀万岁八宝同你有托哈常妃呀、啊，王妃，故太医不破，竟然力办无耻之事，一样还敢做，实在此罪难赦。女士，哦，快快应我传令下意，现今天不是即刻王军后宫，捉拿就去常妃，留得太医师。跑去送人金钗田螺等太明夜我亲身摘什么传令给天武师即刻中了唱回去太理师跑去今日田螺明天摘胜传令明白突然客李玉琴此番算将救驾有功准备明天多采金銮补天寡人何何劳于奉上准旨真太淡啊宝琼老爷长琴两杀万敢做出不法之事一金彩金片有何变改呢万岁你疼我变改来呀
寡人的门，虽然挑衅你进宫了后，寡人对你不怕啊。本人在宫中素荣华富贵，逢不出亦不入，你呢？为何今天你做出对寡人的不对？你很寡人，我用把冤问了你啊！万岁！万岁！你受的错，你对我不薄，是我长期逆境，山珍海蜜处处吞吞。珍珠玛瑙你就送死不爱，只是万岁你可知长期你叫莫求莫改，就希望将你把相夫妻一般，夫从夫随，夫妻间来恩爱，只是万岁一国革命军，后宫只有三千佳丽，哪有爱长期一年都怕了你，今天人来困难，明天又一片风，万岁土书后宫秀才，再多的珍珠玛瑙有何用？那只有万岁你呀！叶明，唱起不敌羞耻啊！五年冲掉么个，干么命贱？一切羞耻不敌，流言才世上，敢要搞坏太师，我一国之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对百姓众卿敢用官交代，请你安尼，两人做出不法之事，再讲你吹假一等，敌法怕法，万法所为，我哪有奉义官求，殿前无事，将他送人。作差告状，千刀万个血吧！娘子，爱莫爱，爱莫爱，万岁，万岁！哈，罢了，女士，赶快与我传旨下去，命他吐迎帖，传官带上天。传旨，吐迎帖，作官复上天。禀儿子，身穿官袍，暗派出。急急上天见君王，聪明吐迎帖，李用情今天我祝万岁，平生谢万岁。当日中间，乃是你迎帖，改叫公主有果。来来来，迎帖，寡人就当天守差，奉你东床驸马，你可愿意呀？哎呀，万岁呀！非是聪明，莫爱用法，以爱吃色。送了父母，求公拥有生命状态，
拥有恩情太过甜，有恩不报枉为你呢。你咋我老家玉田抢妹说嘛，平常过得投机相处，我打算赐给玉田为妻，封太求功，放眼海路，千万岁赐翠。这求家有功，哪里来的翠呀？来，放心放心，你有情有义，既然你没谈向荣华富贵，伢个表现呐、啊，可以粗话细言。来，寡人就将你所讲的玉田，来所留为做来公主的体位，来良心太虚，来就走上风雨一刻，认得为做一个东厂驸马。再讲我的房屋，我就嫁本儿的玉田啊，本儿也更穷养，做个驸马呀，你想如何？娘子，哈哈哈哈，那安尼好，女士，趁两位公主，可以两位驸马前来万分拜托，来玉田。让您退下前去准备吧。准备。既然天下有此忠心，不贪荣华，应该几经苦留做驸马。那是吴盼男装也为玉田，我也属于做公主了。女士在，既然他众人那准备好粮食节日，以我传旨下意，两位公主与两位驸马当天万分拜托。娘子，传旨。两位公主当天依了两位驸马万分拜托。